各位標迷你們好，又是我 No.7 Watch 豬仔。豬仔呢昨晚呢就介紹了 Squalid 啦，這個潛水大佬啦。今日呢第一隻的推介呢就想介紹一隻呢，嘩嘩嘩都是很厲害的手錶，是一隻呢停產款的精工 Perpetual Canada 的一隻手錶，萬年曆的石英錶，非常之擁有非常之獨特的外形。在市面上面呢，豬仔呢很喜歡呢找一些市場上面比較少見的手錶來介紹給大家的。而這隻呢雖然它精工呢就當然不少見啦，精工是基本上很多錶鋪都會有售賣，但是這一隻的款式呢我相信呢應該很少錶迷會在街上面見得到的，是一隻萬年曆的手錶。最獨特的外形呢就是有兩個好像泵把的防撞欄就在個錶面的上面的，挺有型的設計，同埋再加上了呢它有兩個圈，一個指南針圈加一個潛水內影計時圈，有兩個錶圈的一個錶款，咁亦都係喺精工裏面比較唔常見嘅。咁呢個咧就做咗一個幾有手感嘅大錶徑嘅萬年曆手錶。咁我先攞起隻白面同大家講解一下先。嗱，白面咧其實咧佢好清晰咧睇得到咧嚇，有個格仔紋嘅喎嚇，個錶盤上面有格仔紋嘅嚇。另外咧撞咗紅色嘅秒針，日曆窗咧就擺咗喺呢個六點位置嘅，咁啊寫住100米嘅防水啦 ，Perpetual Canada， 咁啊呢個萬年曆嘅機芯嚇，咁啊嗱呢個石英機芯咧，萬年嘅機芯咧，大概四年到咧需要更換電池一次，咁佢係一個精工 Caliber 6A32 嘅機芯啊，咁呢個機芯咧係先講過啦，四年到更換電池一次，用上咗 SR927 電池，咁呢個豬仔就剛剛換咗新電池啦嚇，咁啊琴晚換嘅，咁啊所以咧就應該三四年後咧先需要更換電池噶啦，咁啊。依啲咧可以話係懶人錶啦，點解呢？因為日曆都唔需要校啊，時間咧亦都好準確喎。原來6A32個機芯咧，時間標準誤差值方面咧就係咧每月正負20秒啊嚇，咁啊即係講緊少於20秒嘅誤差，一日少於1秒嘅，咁所以非常之準確。咁我從個外形開始睇下呢個手錶先，咁你見到佢咧有兩個 crown 嘅喎，咁啊一個咧就係、左邊呢個咧就係校。呢、這個內影嘅轉動嘅嚇，見到內影盤喺度轉動緊啦嚇，咁呢個係一個60秒嘅或者60分鐘嘅內影盤轉動啦，可以計時啦嚇。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錶冠嚟嘅，正式嘅錶冠嚇，咁啊校時間日曆嘅。咁跟住咧左右兩邊咧亦都可以轉動呢個指南針嘅外圈嘅嚇，咁指南針鋼圈啦，呢個用咗嚇不鏽鋼圈嘅，就唔係做鋁片圈嘅。嗱，成隻錶好有質感噶，連包括埋呢個泵把位咧都做咗拉絲嘅不鏽鋼圈啦嚇，拉絲。不鏽鋼圈好有型啊！呢只錶同埋個外形好獨特。好啦，咁錶腳位置做咗拉絲花紋啦，延伸到側邊部分咧，你見到呢度中間部分做咗光身嘅。咁啊，成隻錶咧有個防撞欄咧，就好強悍嘅感覺啦，好 man 嘅感覺。好啦，咁啊。側邊嘅狗牙坑打磨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嘅嚇，個打磨就嚇個凹凸起伏做得好靚嘅。好啦，咁啊錶。錶帶方面就做了一體化色的錶帶，就沒有做耳冚的，這裡做了一體化色的錶帶，做了實心鋼的，你看到它做了拉絲花紋的，頭兩粒就有鋼身間住的，其餘部分全部拉絲。好了，錶扣的位置我們看一看，錶扣就有四粒洞，是的，三粒微調位，值得讚下的 double lock 的錶扣，都挺比較實淨。由於它是入門級，當年的手錶是入門級的，就做咗呢個薄橋嘅，咁我睇埋個錶底先。嗱，錶底咧就做咗一個螺旋式鎖嘅一個底蓋啊。咁呢個底蓋咧就寫住咗啲咩先？10巴嘅防水啦，100米嘅防水啦，6A 嘅32機芯啦，亦都寫住咗 water resist 係啦，跟住 Japan movement 咁樣嘅。咁啊做咗一個螺旋式鎖嘅底蓋。我反翻嚟睇個正面先。嗱，呢個正面咧白色撞紅針啊，都好出啊。咁啊同埋我中意佢用鋼圈。銀色鋼圈用了紅字的配搭，咁夜光方面咧睇一睇先，會唔會都是同樣世界級夜光啊？精工通常咧個夜光咧都好少令主仔失望嘅。啊，時分針就比較光亮喎，黑度咧就冇咁光亮嚇。咁呢個用咗礦物水晶玻璃表面嘅。好啦，咁我睇埋第二隻顏色先。嗱，第二隻顏色咧就係咧呢個黃針啊，黃針嘅咁啊好靚嘅一個設計啊。咁啊黃針襯咗呢個黑色鋼圈嘅，咁啊襯托咗黑面。同樣都是萬年曆啦嚇 ，Perpetual Canada 嘅，咁啊日曆窗都是白底黑字嚇，咁啊黃針就襯翻黃字嘅，個圈就用咗黃字，同樣都是兩個 crown， 咁其實外形方面咧全一樣嘅，只是顏色上面嘅唔同嚇，咁啊呢個
試下，不如我哋試下校下時間先。嗱 ，tick 起咗有停秒功能啦，咁向上轉動，啊順時針方向校時間嘅啫，啊咁啊校時間都唔複雜嘅，半格咧又校日曆嘅，啊半格咧就校日曆。咁但係其實日曆就唔使校，因為咧佢依個已經 setting 咗係一個萬年曆啊，萬年曆係啦。日曆咦？日曆唔使校喎嚇，日曆喺裡面校，我記錯咗，唔好意思，日曆係唔使校嘅，我睇下先。係啦，因為呢個係停產咗個機芯嚟嘅，我都唔記得咗佢係點樣樣。因為我已經係 set 曬咯，供應商嚇師傅幫我 set 曬㗎啦嚇。咁啊嗱，依個萬年曆嚟嘅，唔使校嘅。咁我睇翻個 menu 先嚇，唔好意思。咁啊，校時間就用呢個 crown 去校時間嘅。咁但係依個已經係時間，我琴日換咗電嘅時候都已經 set 埋時間㗎啦。好啦，咁啊嗱，呢個錶咧就係講翻個直徑先，同個重量先嗱。個 spec 咧就冇寫到個重量嘅，咁如果係重量方面咧，我估超過200 gram 啊！呢隻錶有啲手感嘅，試下磅一磅俾大家睇先。嗱，229 gram 啊，有啲質感噶，229 gram。咁如果中意重錶嘅錶迷咧，就呢個就啱曬你啦。好啦，咁啊嗱，呢隻錶個錶徑咧。度一度俾大家睇啦，呢個好特別嘅一隻精工啊！有個弧放撞攬，再加埋個萬年曆嚇懶人錶，基本上就唔需要 setting 嘅嚇。咁啊，四年後換電池咧就可以噶啦嚇。咁啊嗱，直徑方面咧就去到講緊係嘟 44mm 度嘅錶徑啊，44mm 度嘅錶徑，我試下度下嗰個 bezel 先。嗱 ，bezel 就44mm 嘅，44mm。如果度嗰個錶殼咧就難度少少啦，打質度咧就44.6mm， 係啦。咁個厚度方面咧就係13.9mm 嘅厚度，13.9mm 嘅厚度，係啦。咁就冇計個泵把位嘅，嚇。咁啊，另外咧 lug to lug 咧就去到講緊係55嘅，嚇。咁啊，大大隻嘅呢只嚇，好有型嘅一隻手錶。咁啊，試下戴上珠仔14.8cm 手腕。咁啊嗱，呢只黑色嘅嗱，其實黑色咧個錶面咧就冇咗嗰啲格仔紋嘅，見唔見到啊？冇咗格仔紋嘅。咁白色有白色領，白色就有個格仔紋。咁黑色咧就配搭咗呢個黃色嘅指針，係啦，黃色嘅刻度，咁好有手感啊！戴上去，但係只錶咧戴上去好得意喎，就係咧佢嗰個設計咧就唔算好大隻啊。你見到佢咧，因為微微向入彎咗落嚟啊，呢個位置嚇，呢個嗰個凹位咧微微向入彎咗落嚟，所以咧變咗咧。即錶唔會好降啊，雖然個錶徑咧唔算細錶徑啊，屬於大錶徑嘅舊裝嚇。咁好啦，咁啊嗱，呢只就黑面，咁啊試下戴埋只白面俾大家睇先。嗱，白面就呢一隻，咁都真係幾靚嘅只錶啊，幾獨特嘅。因為我自己咧就會可能咧玩手錶咧越嚟越多嘅時候咧，就會留意一啲獨特性比較多嘅一隻係啦。嘅手錶，咁啊嗱，你見到咧就係做咗一個不鏽鋼嘅邊框啦嚇，再加上咗白色嘅表面，咁白色嘅感覺就係咁樣樣。白色咧就望上去咧就易睇啲，因為有個格仔紋底同埋咧清晰啲。咁黑色咧就型格啲，咁亦都做咗 IP 嚟自黑色嘅電導嚇嗰個錶圈。好啦，咁啊嗱，呢只錶咧停咗產一段時間，但我揾唔到 history 咧係幾耐，但係一定係超過咗呢個6-7年嘅時間㗎啦。咁好啦，咁啊呢只咧咁獨特嘅 Perpetual Canada 咧嚇豬仔推介幾多錢咧？嗱出面咧我就睇過下㗎啦，有啲外國網站有得買啦嚇 ，out of stock 嗰啲又唔好講啦嚇，外國有網站佢寫住自己有貨咧，都去到2800幾蚊嘅，仲未計運費。咁豬仔咧就同供應商爭取個靚價介紹俾大家，咁幾多錢咧？超筍價。1808蚊嚇，1808蚊。好啦，咁啊一隻啊，咁豬仔各有三隻現貨嘅，三隻白面，三隻黑面嚇。中意只錶嘅錶迷咧，就喺 WhatsApp 俾豬仔就得，打俾豬仔就得，話俾我聽你中意嘅手錶，想喺佐敦店攞定荔枝嘅店攞。咁啊包翻原裝盒啦、吊牌啦、收據啦，一年保用嘅嚇。咁啊有個保用證啦，仲有咁個吊牌咧都好靚仔啊！你見到係做咗個膠嘅吊牌。好啦，中意條片嘅錶迷咧，記得俾個 like 豬仔，豬仔需要你哋支持。如果未訂我 channel， 記得撳埋。鐘仔訂閱，咁嗱呢啲停產款咧可遇不可求，所以心動嘅你咧即刻行動，1808蚊一隻啊！咁希望你中意豬仔呢只推介，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